下一站中环，乘客可以转乘。中环到了，慢慢的抬起头吧，望向中银大厦，低头再看看表吧。时间8:09，包子快卖完了，立刻加快步伐，奔向大厦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难的时代，疫情下哪都去不了，口罩是时代，防疫抗疫要求下只能 Zoom 上 say hi， 但是我们中医人从来都不懈怠，接电话传信息发送邮件打手机，大家协同集合力，产品服务争第一，不管多难都不能放过每一个商机，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，来左边跟我一起抓存在，再在右边追 KPI 走起，来左边进入生活的状态，再在右边会议开起来，各种重要工作装满了脑袋，望向天花板说声唉，打起精神 TMA 陪你在，充满斗志有期待，啊好嘛，口中食晏若砌虚湿的路过，今日你想食物调味吞一杯奶茶，听听新闻八卦，看看市场变化，我对简单快乐你知道吗，归玩儿，归闹，别拿业务开玩笑，银团发债 IPO 绝对市场的领跑，托管服务资金池是我们的骄傲，不会发展绿色金融一个都不能少，简而言之讲三话和一个 ESG， 大湾区东南亚一起来推区域化，金融科技太妙忍不住去拥抱， IGTV 真的强，线上服务是专长，支付结算产品也是我们中银的荣耀，可持续数字化不能啥也不知道，不懂的不做，不懂就得学啊，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，大家一起想一想，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风险防控的重要，让我们一起祝愿今业务再创新高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再画一道彩虹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眼，全力以赴实现年初开门红，跑赢大事不发愁，请大家一起 follow 这节奏，迈开步伐向前走，眼收工回家把烦恼全部放下，新冠疫情可怕哪里都去不了，行啊，活干得不错，还说上 rap 了，现学的现学的。